英雄啊，英雄，哎呀，先摸摸脑子再说。梅梅，梅梅，我不等你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爸爸爸，啊，我问你一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什么是英雄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是我们老师啊留了一个作文叫我要当英雄。哦，你不知道什么是英雄啊？对，这问题还真有点复杂。按照这个字典里的解释啊，有两种，一种呢是为群众的利益而有成绩的人，第二种呢是英武过人的人。英武还能过人？去，别在这贫，还八哥过人呢，是那种特英武的人。而且啊，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啊，都必须是那种啊功勋卓著、胆识超群的人，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哎，你一时半会儿也明白不了。这样吧，你一会儿问问妈妈去，我爸还有急事先走了啊，在家听话啊，小雨。英雄。潘海。过人。嘿，你爸真行，不等我就走了，你说真是。妈，啊，我问您一问题，什么是英雄？你这问题问的还真有点太大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在妈妈的心目当中，你爸就是英雄。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我第一次见你爸的时候，当时啊，突然有一个这么大的耗子，哧溜的从我们几个女的眼前跑过去了，你知道，吓得我们啊！我们就看你爸那大脚丫子，哼，就把那老鼠给踩住了，然后，哎，一下就把它给碾死了，然后还回头冲着我，你好，你看，那高大的身躯，英雄啊！啊，走了啊！哎，妈，快点，我这脑子我这头更大了。哎，妈，妈妈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对不起，你来的正好。啊。问你一问题啊。嗯。什么是英雄？英雄啊？对。英雄是什么？我倒不知道。不过我知道一点。啊。英雄首先得是个帅哥。那你看我这样子就差不多吧。你确实还差点意思。啊？你这么实事求是。我整个人一标准的小帅哥嘛，就是有点胖，有个双下巴颏。小弟，你那不是有点的问题吧？是相当的胖。哎，我问你什么是英雄，你应该知道吧？问我什么是英雄？对。哎呦，老弟，这你可算是问对人了。哎，你问我别的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你问我什么是英雄，我最知道这个了。你看过那个《第一滴血》吗？没有。洛奇更没有。嗨，你什么都没看过，你问我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回来回来回来，你接着跟我说呀。这么跟你说吧，Lambo 你知道吗？ Lambo 就是世界上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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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的英雄了。哎，刘星，我问你，刘星，小雨，小雪，快回来吃妈包的包子了啊！我，什么事儿？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1、3，过了。什么打扮呢？你这是哪儿来的这孩子？你说成这样干嘛，小雨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叫小雨，我叫兰博尔。兰博尔？什么？就那美国电影《第一滴血》，史泰龙演的那个。嗨，啊。你以为你穿上这么身衣服你就兰博尔了呢？行，赶紧脱了，脱了洗手吃饭，快点啊 ！Yes sir。别光答应不动窝儿，快换衣服去啊！快点 ，No sir。太 no 死！小雨同志，我正式通知你啊，你要不换这身衣服，这包子你也甭吃了。对 ，Yes sir， 不吃了。刘星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几点了？你还在这玩电脑啊？你？哎呀，
什么？你叫我玩会儿吧，这才十点半。才十点半？哎，你就是现在上床睡觉去，到明天早上你顶多能睡六个多小时。你这不睡够了，第二天上课又那打瞌睡，到时候不写作业，说自个儿困得慌，家里老有人骚扰你，谁骚扰你？赶紧给我上床睡觉。哎呀，那小雨还没睡呢，她比我还小，她更需要睡眠。哎，那我现在叫她进来睡，只要她上了床，你必须给我关电脑，上床睡觉，行不行？我承认。小雨。Yes, sir。别进来。Yes, sir。什么呢你？少别进来。小雨，你看，哎，吓死人你！妈，你这脚可够臭的，几天没洗了？什么几天没洗的？不许胡说八道！干嘛呢你？快，赶紧上床睡觉了！再怕，你瞧瞧你这成什么了你？啊，跟一大鳄鱼似的！你快，你能不能起来呀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兰博总是匍匐到敌人的脚下。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赶紧给我上床睡觉去。Yes, sir。哎，别，赶紧给我把这衣服脱了，去洗洗去啊！不行啊，兰博必须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。这孩子，你说你烦死了，不管你了，赶紧着吧，他上床了，去吧。走。哎，这孩子。干嘛呢？你怎么也不脱衣服啊你？问题是，我身边站着一位异性，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多呀。气死我了！你们俩爱怎么着怎么着，不管你们。哼，那狗烦了。刘星，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那么大声音，那么吵，那么闹。我也想睡觉啊，我也不想大声啊。不是，可是您老人家跟一大佛爷的跟着坐着，你要吓死我呀，我哪睡得着啊？军人就应该早睡早起，健康生活，以崭新的姿态面对每天的挑战。你也一样，刘星。我，你去，你小屁孩，你还学成大人说话了？今天上午，妈批评我就够烦的了，你还跟我这唠叨，唠叨什么唠叨？不嫌烦呐？哎，良药苦口啊。凉什么药，苦什么口啊？那是忠言逆耳，不会用词儿别瞎用。哎。我可怜的 MP4， 如果你还在该多好啊，那样你就可以陪伴着我安然入睡了。谁让你把 MP4 借给鼠标的？我没借给鼠标，老妈给我没收了。那我兰博帮你拿回来怎么样？你得了吧，让老妈没收了的东西还能要回来，简直就是个奇迹。我才不要回来呢，我兰博啊有绝技。哎，你有什么绝技啊？我跟你说啊。啊，保密。只不过咱俩得说好了，如果我要是把 MP4 给你，你就必须得借我漫画书和 CD。 好，没问题，借你漫画书和 CD 绝对不是问题，问题是 你行吗？我要是拿不回来啊，我就认你为大哥。本来就是你哥。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呀，我肯定能拿回来。这次行动定为 X 计划，我先行了。好。哎呦，门没开。
的谁呀、啊？你在这儿？一会儿你吓死我了！你们差点吓死我！啊，我太服了！哎，踩哪儿了？踩哪儿了？肠子，肠子，肠子！逗你们玩的是屁股。哎呀，这地方不会说疼、啊、对吧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这脸上抹的什么呀？这是啊，精油、啊。这鞋狗能往脸上抹呀？你这干嘛呢？我这还不是都是谁呀、啊、谁呀 啊, 啊？影响我的睡眠，这等于影响我学习，知道吗？小雨，都几点了啊？怎么还不回去睡觉啊？这样明天你怎么能起得来呢？上课怎么能不打瞌睡呢？啊，妈，你作为一个母亲，怎么能这样放纵您的孩子呢？快，小雨。听哥哥的话，别让妈受伤，快回睡觉吧。我会批评他的啊。你睡去。这叫怎么回事啊？我也睡了。睡吧，睡吧。哎，夏洛啊，你说这小雨是不是脑子出什么毛病了？他出什么毛病啊？这么大孩子都这样。哎，当年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看完那地雷战，也埋怨了丁丁了，办了我们院好几个阿姨。没事。所以一句话，有其父就有其子。出师不利，简直是我英雄的耻辱。英雄？就你还硬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了。哎，英雄，今天好像是我救了您吧？你还不是怕我说出来，是帮你拿 MP4 去？不是，什么叫帮我呀？我可是答应借给你漫画书和 CD 的啊。咱俩这叫雇佣关系，懂吗？不懂。要不是小姐出来捣乱，我的偷袭就成功了。切，哎，哎，对了，明天老妈要问起来，你可千万别出卖我啊！你放心吧，像我这样的特种兵啊，是宁死不屈的。那个，哈哈，哎呀，星哥呀，那个，漫画书能不能先借我看看？妈，你先把你这脸好好洗一洗吧。洗完就叫我看，那我这就去洗。哎，别别别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任务都没完成 ，MP4 也没拿回来，美的你不借啊？你，我可都帮你保密了啊！你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？保密是你们军人应该做的呀。我困了，我睡觉去了啊。哎呦，我的 X 计划第一次就失败了。哎呀，哎，谁要进眼睛里了？梅梅同志，麻烦您能把米饭快点拿来吗？你想饿死我呀？你呀、啊，你就是老饿，我瞧你就不善。我是一家之主，当然就饿点了嘛。行了吧你？瞧瞧，瞧瞧这困的，哼。活该，大半夜的没事在那爬来爬去，不困才怪呢。哼，小雨，你听妈跟你说啊，就着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嘿，我还就不信了我。小雨，你管管他行不行？现在管有什么用啊？他也听不见呢。爸妈。看来你们俩现在的口令已经完全失效了，还是看我的吧。敌人来啦！来了来了，干嘛呀？哪有敌人呢？这儿都是你的亲人。嗯嗯，还真是。嗯。行了，小雨，你要困就别在这熬着了，回屋好好睡一觉去。不行不行，这个兰博白天是不能睡觉的。爸妈啊，我出去了啊，干嘛去啊？我约好同学出去吃饭。哟，那你几点回来啊？我们吃完饭还想去跳舞呢，怎么着也得晚上十一二点吧。啊，那么晚呢？那这样吧，你们快玩完了，你就给家里打个电话，让你爸接你去。啊，行行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尽量早点回来啊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拜拜。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。这孩子玩够了。我这是跟踪吗？啊，这是在我自己的家里，怎么能说跟踪呢？
小雨，干嘛去呀？这是？哦，我去外面上厕所。上外面上厕所？啊，咱家不就有卫生间吗？啊，怎么不在家上啊？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事儿你不懂啊？我懂，可是可是什么回来？你还给我！我不还给你。你快快快！别抢啊！别抢！你再抢我叫妈了。跟我抢？说说吧，这书包里装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不要去外面上厕所吗？那就得带卫生纸吧。带卫生纸啊？对呀、啊。你上趟厕所带一大书包卫生纸？你当你是大象呢？你还还给我吧！你别跟我抢啊！再抢我真抢妈了。我得检查检查。哼，什么好东西呀、啊？面包，你这屁股可够高级的啊！拿面包擦屁股，指南针，你也不怕扎着你那屁股？擦完还洗洗？睡嘛，洗洗更健康嘛。去，别跟我这捣乱。说吧，你拿这么多东西准备上哪儿去啊？这是 X 计划的装备。X 计划？啊。哎，你这计划不都失败了吗？失败的是第一任务，这是第二任务。哎，那第二任务什么呀？保密。哦，保密啊。嗯。妈。哎，妈。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这就对了嘛、这个小雪不是参加聚会去了吗？啊，所以呢，我这个 X 计划的第二任务就是保护下雪行动。保护下雪啊？对。还就凭你？啊。哎，凭我怎么了？我是男子汉，保护小女生。哦，那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应该通知一下老妈。妈。哎，第二任务完了就是第三任务，就是帮你拿 MP4。确定？确定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这屋有人吗？啊？谁在跟我说话？让我忍不住泪流。吃水果了，都出来。啊？吃水果啊？什么？什么水果啊？今天你能不能不一听见吃就动作这么迅速？什么时候写作业的时候能这么快呀、啊？你看他也挺快的。嗯，我把小雨叫出来一块吃，快。啊，别，去呀、啊！我去他妹妹。啊？他干嘛去了？啊，不知道，别问我。嘿，干嘛去了？你能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你看你那表情就不可能不知道，你赶紧说，他在哪儿了？干嘛去了？啊。这个吧，嗯，那个，这个吧，说呀，小雨去执行的那 X 计划第二任务去了。啊？什么 X 计划第二任务啊？X 计划你都不知道啊？什么呀？有 A 计划，啊，有 B 计划，有 C 计划 ，X 计划。小雨他现在执行的是 X 计划的第二任务，明白了吧？我问你，这内容是什么？对啊。谁问你什么 X A B C 呀、啊？什么呀？哦，您说是内容啊？废话，内容就是跟踪保护小雪行动啊。啊？啊？黑，天都黑了，他保护什么小雪？这小孩儿，这孩子，我去找找他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妹妹，我去吧。回头你再找不着他，我再找你去。刘雪不早说这个？你别吃了，都让你一人给吃，你给小雨留点行不行？我就半盘油糕。你去，你给我回屋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？凭我怎么了？你回屋去，听见没有？走。哎，你拿去干什么？反省是要用脑子。这孩子，你给小雨留点啊，老啊。哎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哼。母亲，能再给一点吗？盘子我都舔干净了。你全给吃了你？啊，我跟你说没说我给小雨留点啊？哎呀，你说你这当哥哥的，我告诉你，刘星，你能让我少操点心不能？哎呀妈，您别着急了，您坐会儿歇会儿吧。我坐得下去吗？
几点了他还没回来？你说我告诉你，刘星要不是你撺掇的，他绝对不会这样的。什么 X 计划呀？什么就我撺掇的呀？当然是你撺掇的啦。得妈，事到如今，我就跟您说实话吧。啊，最可怕的不是他这 X 计划，最最最可怕的是他这 W 计划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呦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小雨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这脑袋怎么弄的？当兰博当的啊？这晚上太黑，我就光顾着看着他的背影了，我就掉沟里了。哎呦，兰博呢？没人理你，你都掉沟里。这要有人，你得怎么着啊？我发誓，我再也不当兰博了。哎呦！小雨，你在说什么？就会超过你。